你李通接硕，胁迫父王，我曾视你为文林领袖，以为你一身正气，没想到你早就与孙静勾结，原来你才是这朝中最大的奸臣。一派胡言！你向弑君谋反，居然诬陷起忠臣来了！陛下，请您速速下旨，将太子拿下。 陛下，请您速速下旨。李，我跟你说，你把手中的剑扔掉，束手就擒，这既往不咎。陛下，你还没糊涂够吗？他早就与孙静勾结，所谓忠心，所谓下狱，都是他跟孙静合演的苦肉计。后来，他又与坚硕勾结。 污蔑崔大将军，挑唆朝中解散崔家军，乃至于谋害太子妃，到了现在，你还没明白吗？请陛下速速下旨，将太子拿下。陛下。 父皇，这些都是接顺人，他们都是故乡带进来的。你看看这印记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住手！我先放下。你放开陛下！ 放开陛下！你不是说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吗？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顾家，这些人都是接说人。